大家好，现在我要介绍的是 Grand Yoho 的三房一套加工人套，现在就等我跟大家介绍一下。一入门口右手边是鞋柜，左手边入来工人套，有床有衣柜有厕所还有冷气，空间感十足。出返嚟饭厅有组合柜，客厅有梳化有电视柜，厨房炉头雪柜微波炉全部都有。入返嚟客厕有窗浴缸，呢间客房呢业主就做了个床柜，拉下来就是一张床来的。这间房之前应该是小朋友住的了，上面床下面给他玩的。主人套房厕所一样，浴缸有窗，四四方方做了衣柜添。走出去望，十分开扬，周围都是一些绿色植物，